北京警方今天上午回应金温商城安徽女子坠亡案，称经过北京市公安局及时组织侦查，技术专家对现场勘查，尸体检验进行了认真复核，并再次梳理商城全部监控录像，走访调查当晚金温商城内人员，综合上述工作，排除死者中毒、性侵害及他杀可能，系自主高坠死亡。警方已将核查详细情况及相关证据通报家属，家属无异议。5月3号清晨，北京丰台分局接群众报警，在金温服装商城地下车库出口处发现一名女性死者。经核实，死者为袁某，22岁，安徽省巢湖市庐江县人，生前在金温服装商城务工。经调查走访并调取现场及周边监控录像，反映该人员于5月2号晚单独进入商城内，第二天清晨坠楼，没有发现与其他人接触。昨天，袁某的部分同乡相互邀集到金温商城门前去反映问题，警方对现场秩序进行了维护。